本院就是提供了最先进的 3D 乳房断层摄影技术，那跟一般的 2D 传统摄影比较起来呢，这项技术呢可以重建乳房的立体影像，那从而更容易发现细微的乳房组织变化。那如果说我们医生从影像当中发现了一些乳房微钙化的话呢，可能就会建议您做进一步的乳房切片检查。一般的乳房微钙化切片检查的话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传统的手术切片，第二种呢是我们新型的微创真空吸引辅助切片检查。那这种新型的检查呢，医生会使用一种特殊的针，它会定位到钙化的地方，那用真空吸引的方式把异常的组织吸除掉，然后送去做病理的检测。那这种新型的检查方式呢，跟一般传统手术比起来，它的伤口小，恢复时间短，进行速度快，而且呢，术后乳房的组织变形会比较少，是一种微创的乳房切片方式。那我们亚东医院呢，除了提供 3D 乳房断层摄影以及刚才说的真空吸引的乳房切片检查之外呢，还提供了乳房超音波、乳房磁振造影、乳管摄影，还有预计会提供的最新型的对比增强乳房摄影技术。那这是一种结合对比剂还有乳房摄影的一种检查，它对于一些乳房比较致密的妇女，或者是说它的病灶比较难以发现的妇女呢，都会有比较好的检查效果。那以上这些完善的乳房检查技术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的妇女做完整的乳房状态评估。东医院目前配置有 Flash 双射源双能量的电脑断层扫描仪，那这台机器它可以提供全身768切的螺旋式扫描，那可以广泛的运用在全身的各部位的影像检查上面，其中也包括了肺部的低剂量电脑断层以及心脏的电脑断层检查。那在这台仪器的特色上面的话，首先在民众比较关心的辐射防治的方面，它可以根据受检者的身形大小去自动的调节我们做检查所需要的辐射剂量，那在维持影像品质的同时，也尽可能去降低受检者所受到的一个辐射的剂量。那除此以外，它在心脏的扫描上面也有非常良好的表现。这台机器因为它的扫描速度比较快，所以它通常可以在一次的吸闭器之内完成整个心脏的扫描，那比较不会受到受检者的心率快慢或是心率不整的影响。那目前也广泛的运用在冠状动脉的血管摄影以及心脏的手术定位上面的检查。那除此以外，亚东医院近年来也在积极的引入人工智慧，就是 AI 的在电脑断层检查上面的应用。那比较常用的包括像是在做肺部电脑断层检查的时候，我们也会利用 AI 的软体去协助我们医师去侦测我们肺部上面的一些微小的病灶。那这样子的应用对于早期肺癌的侦测是相当有益处的。那除此以外，如果是中风的病人有做过脑部的血管灌流摄影的话，我们也可以运用 AI 的软体去协助医师判断缺血核心还有缺血半隐期的大小，然后以利医师去知道这个病人病况的严重程度和安排后续的治疗。磁振造影检查呢，它是依靠强力的磁场以及无线电波去和人体产生共振的作用，那会透过电脑的运算去产生出人体的一个影像。随着科技的进步啊，我们已经可以把这门技术跟超音波的原理去做一个结合，来为特别的疾病呢做专门的治疗。亚东医院为了提供病人多样性的治疗选择，特别引进了标靶音波刀的技术，这让磁振造影的机器呢不单单只是一般的检查用的设备，它同时呢也是精准的治疗设备。MI 能够提供精确的定位，让医生能够找出病灶的位置，同时能够提供清楚的影像，让超音波聚焦在病灶上面，透过温度上升达到组织破坏，进而做到热消融治疗的效果。
为了确保治疗的效果，整个过程当中会透过 MRI 来监控温度，避免因为过度治疗造成伤害。整个过程没有侵入性，也没有伤口。在治疗的过程中，会感到局部皮肤有一点温热感，这个属于正常状况，不用太过担心。雕版银波刀它相对来讲是一个侵入性比较低，也不会造成外在伤口的一个治疗方式，所以它的术后照顾也比较简单。主要是必须要留意在做完治疗之后有没有发生一些就是比较不舒服的症状，常见的包括像是轻微的发烧、下腹部的疼痛、水肿，或是分泌物里面稍微有一些带血这样子的情形。事实上大部分的状况都会在短时间之内慢慢的缓解，不过如果有出现的话，我们建议还是回到门诊再请医师做进一步的评估。为了进行更全面更精确的医疗服务，亚东医院这次针对了双能量 X 光分析仪进行了升级，同时还搭载了全球软体资料库，以提供更精确的检查结果分析。升级之后，机器新增了脊椎压迫性骨折分析、壮年族群的身体肌肉体脂肪分析、中年族群的十年骨折风险分析，以及银发族群的肌少症分析。我们影像医学科透过这一次的升级，都能提供更全面、更专业、更完整的检查评估，以帮助各位达到更健康的生活。